我哋一起读雅各书一章十六、十七节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嗱，呢两节经文咧系好宝贵嘅。咁上面咧，我哋上文咧，即之前有讲到，即系话我哋缺少智慧嘅，求那厚赐予众人一不斥责任嘅神。对我哋神嗰种属性咧，就系佢厚赐俾人，同埋咧唔会斥责人嘅。即系当人祈求嘅时候咧，佢唔会斥责。咁然后呢度十六、十七节咧。是跟这个就是个意思有些相连的，就是讲到他很多丰盛恩典，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找到些什么，讲到神那个丰盛的恩典的。看到些什么？其实大家如果相信这种恩典，大家就会 很有对神很有信心。我啱去完以色列咧，我發覺嗰啲人好渴慕去耶穌去過啲地方嘅，同耶穌有關嗰啲地方。不過咧，佢有時咧，佢哋又渴慕嗰樣物件同埋個地點啊。譬如咧，佢有塊石咧，就話佢哋相信咧，就係耶穌個屍體安放嗰塊石，即係擺落嚟安放嗰塊石。咁咧就佢就點樣咧？嗰啲人咧係埋去咧，直情一路。嗱，嗰啲就即係我哋俾福音派嘅基督徒會唔會咁做？佢哋就喺度錫啦、摸啦，即係好想好想得到啲恩典。咁所以其實我哋能夠經歷聖靈咧，喺今日可以經歷神喎，係好特別恩典，同埋亦都會見到異象啊，聽到神嘅聲音啊，神嘅帶領係好唔同。但係佢哋咧就好想揾翻以前啦。我不過唔否認佢哋有啲人咧都會經歷到神嘅工作嘅。咁但係咧。似乎有很多人咧就好追求嗰個地點啊！嗱，我又唔否認神可以使用個地點，不過咧嗰個重點太過著重喺以往 history 啊歷史上發生過嘅事。嗱，呢度今日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大家睇一睇呢個經文，佢今日話俾我哋聽，今日神係點樣嘅神咧？大家試下，不如講下字面嘅意思啦。呢邊開始講啊嘛，各樣美善嘅恩賜咧，即係各樣，即係各樣，即係全部啊。係啦，全部呢兩個字係好重要咯。係啊，咁即係神俾我哋嘅恩賜咧，係即係唔係話淨係俾你一樣或者係某一個，而係俾我哋係 all 啊，即係全部，即係全面啊，全面。OK， 好，嗱你再解埋成節。同埋咧，佢俾我哋嗰啲咧係即係全備嘅，即係已經係即係完全為我哋預備嘅。係嚇，咁樣咧即係全部都係從上頭而來嘅。最重要係從即係眾光嘅父啦，即係我哋嘅天父嗰度咧降下來。同埋咧，佢係唔會改變嘅，即係佢應承咗我哋入邊嘅嘢咧，喺聖經入邊應承咗我哋所有俾我哋嘅嘢都唔會改變。亦都唔會有一個即係少少嘅喐都唔會，即係有轉動嘅影兒，即係少少，即係咩偏差都唔會係。好，非常好嚇，非常好。咁咧，好啦，嗱，我哋睇下裡面有啲咩重點字啦。我哋唔使全部嘅重點字都去睇嘅。有啲重點字，大家可以睇到啲咩重點字啊？即係每一個重點字，我哋唔需要好長時間去發掘。但係咧，裡面有啲重點字，我哋就可以去發掘，逐個數個數得噶啦。由嗰度開始啦，呢個咧，大聲啦嚇。恩賜。係。賞賜。賞賜。冇有改變。係 ，OK。嗱 ，OK， 咁你睇到嗰個，你都解一解喎，你都講一講。咁呢樣嘢係有啲咩特別咧？咁樣，大家試下講下講，即係話你啱睇到呢一節經文所講嘅恩賜、賞賜
同埋咧美善，有啲咩睇到咩特別咧？我讀咗個 King James 俾大家聽啊 ，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the heavenly lights, who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啊，我讀慢啲啊。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the heavenly lights, who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即係話每一樣好同埋完備嘅禮物咧。都是從上頭而來的，就是由這位天上的光的天父那裡來的，祂是沒有轉動的影，而且祂不會轉，即是祂不會改變，不會轉變的。 OK， 好，那呢大家可以看到什麼 good and perfect， 好的而不是完美的，大家可不可以去思想一下？第一就是美善，即是说他给的东西是怎样的？对人好的。是的。是。又美丽又善良。是的，又美丽善良，是令到人祝福的。是的。这里用恩赐，因为很多时基督徒恩赐就是说，譬如先知。即是先知性恩赐啊。就是那些。那些。但是呢，在英文聖經反而佢未必係一定係講嗰樣嘢，係 gifts， 即係所有嘅禮物啊，所有神俾嘅禮物，即係包括埋我哋啲乜嘢禮物咧？健康啦、飲食啦、生命啦，神俾一切呢啲禮物咧，即係所有呢啲禮物，我哋今日能夠享受到都係從神而嚟嘅。咁嘅時候，我哋會對神有啲咩信心啊？所有嗱，所有美善嘅 good 全俾咧就 perfect， 即係所有好嘅同埋完美嘅禮物都係從上頭而嚟嘅。咁啊，大家諗下，其實我哋而家享受緊有啲咩？我哋享受緊啲乜嘢咧？如果我哋嗱，因為我去過好多貧窮嘅國家。我哋就算喺而家聚會嘅地方咧，你知喺好多國家係冇嘅。佢哋嘅地下係泥地、石地，係污糟邋遢，嗰啲凳係會可以冧嘅。坐喺度咧，可能上高嘅太陽曬落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定有屋頂喎，可能有半個屋頂嘅。嗰條路咧，亦都係即係有啲係極度嗱，有啲係小度嘅 bumpy 啊，即係嗰啲。小度，但係我去過一啲係高度嘅，凹凹凸凸，凹凸到咩程度咧？嗰個車行咧係要有啲地方係行得好慢好慢嘅，即係我去過一啲咁樣嘅貧窮嘅地方，同埋佢飲水飲咩水咧？佢哋咧就係走去個河嗰度啊，咁啊嗰個傳道人就話俾我啦，嗰啲河水就係佢哋飲嗰啲啊，係冇經過過濾嘅，就揾一個桶一桶桶攞出嚟咧，佢哋就飲噶啦。咁我哋咧就去到咧，我哋買嗰啲即係一樽樽嗰啲水啦。但係佢哋冇咁嘅經濟去買嘅，咁咧就係飲嗰啲水。咁即係我哋其實有嘅一切啦，喺佢哋嚟講咧都好好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啲動物片啊？當佢冇乜水嗰陣時咧，啲動物隻隻佢爭喎。咁咧甚至咧蜜蜂同佢爭，我見過一度咧就蜜蜂都飲水喎。咁嗰啲動物走嚟想飲水，嗰啲蜜蜂係針佢喎。但係咧，佢因為佢太勁，我話佢係唔係都衝過去飲。咁亦都飲嘅時候咧，亦都有獅子啊各樣嘅野獸喺度。即係其實我哋今日有好多樣嘢。咁你話咁嗰啲人唔係好慘咯？但係佢哋一樣有生命，有需用嘅嘢，有食物，有水。佢哋都係即係當我哋去數算嘅時候，一樣有好多豐盛嘅恩典嘅。譬如我睇嗰啲羊食草咧，我試過我哋今次以色列都見到嘅。咁啊～佢有個羊圈啦，咁咧佢唔係好夠草食，咁有啲咩佢有咩發生咧？佢有啲欄杆啊，出邊少少有啲草啊，咁唔係好多草啊，一條草啫。嗰只羊點咧？個嘴伸打側喺個最底嗰格，伸條脷出去舐到條草，
同埋咧，我都未見過只咁興奮嘅驢仔。我一見到我哋，即刻嘣嘣聲跑嚟喎，跑去每一個人，希望每有人俾啲嘢佢食。即係佢哋咧有啲好困難啊，好貧窮嘅地方，而我哋其實有好多嗱，因為人類犯罪，所以呢個世界咁多唔好嘅嘢。但係當我哋數好嘅嘢咧，其實好多人見到我哋係好羨慕嘅，即係咧好多人都話：哇！你哋譬如我戴嗰個風扇仔咧，有個風扇仔我孭住喺頸度咧行咧，咁一路吹一路吹。咁嗰啲人咧行過，佢話：我同你換啦，我即係嗰啲鋪頭咧話：嗱，我俾呢個商品你同你換你嘅風扇好唔好？即係佢哋好新奇啊！我諗有人拎去嗰度買咧，好多人會買。即係我哋有好多好多嘅禮物。咁如果呢度地方嘅人一樣有從神而嚟嘅禮物，如果冇嘅話，其實即係人根本生存唔到嘅。咁當我哋咁數算啊，呢啲係物質啦，另外屬靈上嘅恩賜啦，都係從呢位上頭而嚟嘅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佢係一切光明而降臨嘅。嗱呢句説話可以帶俾我哋醫治。我同我太太飛翻嚟咧，我就有一套電影咧係好有教育性嘅。如果你有機會睇咧，可以睇咧就係叫做英文叫 Inside Out。那個中文名係咩話？反轉老朋友。呢個影片咧，大家如果有機會睇咧，係卡通片，但係成人卡通片嚟㗎。好睇啊！成人卡通片即係俾大人睇嘅。講情緒㗎嘛。係啦，講情緒嘅咁啊。其中一樣睇到一樣嘢就係佢裡面有講到五種情緒啦，咁而咧嗰個正面嗰個就係喜樂啦。佢係刻意嗱，佢嗰套電影裡面嗰個 joy 咧係不斷就話我要翻翻去喜樂，我要令到佢個人開心翻。雖然咧佢有各樣嘅情緒都有幫助喎，因為佢憂愁咧就會更加讓佢能夠體恤憂愁嘅人啊，佢感受到憂傷，佢知道有啲問題啦，佢會憂傷咧。讓他知道要處理，但始終是 joy 做 主導的，他呢就會帶領那個人。我們怎樣有喜樂呢？其實個基督徒都試過有困難，即我試過有些困難呢，我是幾年的心都很辛苦，因為一直被人攻擊，而那時候我未懂得聖靈充滿，我都是不斷呼求神，但是呢還有未懂得怎樣放手，我未懂得怎樣不吃垃圾。雖然我不是反覆特登去思想，但我不懂得將他的說話完全取消，即是說他說的時候可以完全取消，我未懂得這件事，那你就總是被他影響，那我就想出來，但我現在是做什麼呢？我一方面是捉住神，一方面是將他全部取消，他沒有權柄的，這樣呢我就保持到平安喜樂，這個是必然是刻意做的。那在那個電影其實你有機會去看，不過對話是很快很快，咁我唔知啊，可能你喺網上即係譬如買咗個權去睇個電影，你可以翻睇，因為佢啲對話快到不得了，你冇辦法能夠 catch 到嘅。你最好咧就係你有你如果英文好嘅睇英文字幕啦，如果英文冇咁好咧，佢有中文字幕嘅，又但係睇下佢嗰度我睇，咁你睇到有咩好處咧？你就睇到佢點樣處理啊！咁而處理嘅方法始終。最重要都是你用這個金句，所以是非常好的，就是說呢，神的恩典，所有恩典都是從神而來，祂呢是沒有改變沒有轉動的影兒。這個轉動影兒為什麼以前的人計算時間用什麼方法計算？用那個日規，那個日規呢，那祂就地面畫了一些時間了，咁個日規去到邊度咧，就係幾點鐘啦咁樣。咁佢哋以前就係咁啦。咁所以個影咧就會係根據佢咩時間咧，個影個位置就唔同咗啦。但係呢度就話神係冇轉動嘅影兒，佢係永遠都係祝福，永遠都幫助。嗱，好多人咧有情緒問題都係咁樣喎。唉，神都係唔愛我噶，我都係冇用，即係多數都係咁噶，我都係冇用噶，我好蠢啊，我唔得噶。其實呢樣嘢係一定要重建嘅。咁喺嗰套電影咧，就先講個反轉老朋友，老係腦袋嘅老。咁佢裡面咧就講到佢有不同一座一座嘢啊。咁有一座咩啊？家庭、朋友啦，佢就玩中意玩 hockey 啦，玩嗰啲曲棍球啦，仲有咧就點樣有樂趣啦，有即係總之我哋每一個人有得力咧，有不同嘅嘢嘅。咁
好多人咧就會呢啲地方咧難明。有啲人喺朋友啦，喺啊，即係朋友啊或者家庭啊得到啲幫助，但亦都有啲人得唔到嘅。咁得唔到點樣咧？我哋每一個人一定要揾一個位置我哋得到，而有一個位置一定得到嘅係咩咧？邊一個位置一定得到？一定係神嗰度係為主，因為咧有啲家庭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有啲人嗱工作能力唔好，其實可以重建嘅喎，可以慢慢重建佢啦。嗱，就算冇人最叻嗰啲咁叻，我哋都有一啲嘅能力都可以重建到。那個重建喺邊度嚟咧？就係、是、我時時去數算呢個神喺佢裡面係冇轉動嘅影兒，同埋我而家有嘅。嗱，如果有啲非洲人見到你咧，佢都話好羨慕你嘅。佢好羨慕你，你有鞋著喎，好多小朋友冇鞋著嘅喎。有時有啲人咧係冇衫嘅，啲小朋友有啲喺街有啲冇衫。我去菲律賓咧，我就見好多啲細路仔喺個路邊係冇衫著嘅，細路仔細細個嗰啲冇衫著嘅。咁咧就佢哋見到你咧好羨慕啊，即係你瞓嘅地方啊。佢哋有時一間房仔咁，譬如嗰間咧冇牀冇枕頭。我問佢點樣瞓覺，隻手枕啊，咁手枕會唔會痛啊？痛咁咪就喐下佢咯，咁即係成晚用個手嚟到做枕頭嚟瞓覺。咁啊，地下係咩咧？係張席咁鋪住，同埋咧佢收張席咧就食嘢噶，食完嘢掃咗佢咧就瞓覺噶啦，即係咁樣嘅環境居住嘅有好多。咁所以我哋諗嘅時候，如果我哋睇呢啲好嘢咧，我就有好多好嘅嘢。嗱，有啲未可能我哋一座座嘢啦，即係個家庭啦、工作能力啦。我哋嘅點樣令我哋開心咧？我哋可能個個唔係咁健康。如果你個個都健康咧，咁啊好好啦。嗱，大家諗一諗啊，你自己喺家庭啦、工作啦、你思想領域啦，你有能夠樂趣啦、有力量啦，同埋最緊係神啦，呢咁多座，即係你得力嘅地方，你係唔係得力咧？佢嗰套電影影到一度咧，就係因為佢搬咗去三藩市咧，佢好失望。佢一家人搬咗，好失望。好失望的時候咧，佢一座座冧曬喎，因為佢又對嗰幾人又有啲反抗啦，又發脾氣啦，朋友又去到又冇啦，打 hockey 又打得唔好啦，一座座冧曬冧曬落嚟，哇！好似好灰暗，佢差唔多跌咗落去，下低上唔到翻嚟。但係嗰個 joy 咧就堅持，我一定要上翻，一定要上翻，一定要上翻。咁結果係上翻去嘅。咁呢個所以一定係我哋。捉實一樣嘢，最緊要最緊要就係捉實神嘅恩典。其實我自己經過考驗好多，即係我喺侍奉不同嘅崗位都試過不同嘅考驗。咁但係我就堅持捉實神。咁所以希望大家記實呢個經文所講嘅，我哋一齊再嗱，我哋就思想一下神有咩屬性喺呢度嚇。我哋一齊再讀下，就十七節啊。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美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嗱，呢度有啲乜嘢神嘅屬性背後，即係神有啲咩背後嘅屬性，所以佢會做出呢啲嘢出嚟。唔保留嗰啲好嘢。係啦，冇錯啦，佢唔保留啲好嘢，即係佢唔會，佢唔孤寒嘅，佢唔留翻俾，唔係淨係留翻俾自己。當然佢裡面係好好嘅，天堂好好嘅，神嘅同在係極好。但係佢個好嘢不斷分，有分極都乜嘢啦？分極都咩啦？都唔會完嘅，即係冇止境嘅。好，仲有啲乜嘢嗱？喺裡面嗰度揾，因為從上頭來的就睇到，即係從佢嗰度嚟啦，即係佢係一切恩賜嘅來源啦。仲有啲咩添啊？呢度有啲乜嘢睇到佢嘅屬性啊？你睇嗰啲字啊，睇個經文嘅字啊，每一個詞都可以話俾你聽佢有咩屬性㗎。Perfect gift。係啦 ，perfect， 即係話佢係乜嘢啊？佢係完美嘅。嗱，點樣睇完美咧？我想問下大家，人類嘅腦啊，即係未曾變壞之前啊，而家嚟講啦，我哋嘅腦未變壞，你覺得即係譬如我哋學習嘅能力啦、思想嘅能力啦，你覺得係咪好？嗱，當然唔係完美嗰種完美啦，但係同一條蚯蚓比較，同馬騮比較。同好多動物比較，事實上我哋嘅聰明嘅程度係極高極高嘅。但有啲人話我唔夠叻啊，但係當我一諗，我哋同好多嘢比較，我哋叻過好多，係咪？即係神嗰種完美啊！仲睇到啲咩？每一個詞都可以睇到背後嘅，即係佢係完美。即係就算我腦都咁完美，
計劃又咁完美，仲有啲咩呢個經文有講嘅？有能力咯，從上頭來。係啦，佢有能力嘅，佢有能力能夠俾到呢啲一切嘅恩賜嘅，仲有啲咩添咧？嗱，每一個詞咧，我哋睇完咧都相信喎，佢真係好美善啊！我就係咁啊，我得閒我屋企啊。幾時無時無刻我都成日都話神好完美，神愛緊我，神祝福我，神有能力，神一定幫到我，即係我不斷咁樣宣告噶，令到我的心咧係完全正面啊，即係讓所有負面嘅嘢咧係即係會清除。咁嗰套電影有一樣好處係咩咧？佢咧係佢講到佢遇見不同嘅事情，譬如佢爸爸發嬲，佢即刻裡面有咩反應？原來我哋一有一件事發生，譬如有個人講句説話唔好聽，有個人做嘢我哋唔舒服，即係用任何嘢咧，一嚟到咧，我哋即刻有反應喎。嗱，嗰個反應唔係一定係錯嘅，即係有時我哋會憂愁，即係代表咧，我哋知道我哋受傷害，我哋有樣嘢唔舒服，咁我哋知道咧，我哋就處理啦。如果我哋冇呢個情緒咧，就唔知道裏面病緊，即係我哋而家病緊啦，我哋知道，咁我哋就會處理啦。咁呢個，所以咧，佢喺呢個過程咧，係顯露出佢點樣樣喺每一個情況應用呢啲真理啊！每一樣每一個詞都可以睇噶，各樣背後睇到神嘅乜嘢啊？全面性係嘛？全面性冇甩漏嘅美善咧，睇到神嘅背後屬性係點啊？又美又善嘅係啦，又美又善嘅係好好嘅，佢。不會虐待人的，人呢犯罪都會有虐待的性格，或者有時即有些小朋友會整第二個啊，搞第二個啊，激下人啊咁啊。Gifts 禮物，神俾我嘅禮物，因為佢恩賜同賞賜其實原來都是 gifts， 就係正先其實你講咗啦，即係中意俾人嘅，佢中意俾人嘅，咁都係好完美嘅。全備就係佢係。神是完美的，祂是没有瑕疵的，祂是上头，上头有什么属性啊？祂是高过一切，比一切还要高，你什么问题在神里面都有解决方法，都一定有解决方法。其实有很多人被很辛苦的，譬如我们上次讲过杏林子、蔡素娟都是很辛苦，但是他們能夠在他的困難中有喜樂，因為他不斷相信嘛。眾光之父，眾光神的光，是的，這個可以兩種光，一個就是屬靈的光，一個就是普通的光。這個世界的而且確有光，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光會怎樣啊？如果這個地球沒有光會我們怎樣啊？個黑蒙蒙裡面摸索，是吧？這個物質的光是很好的，另外神那種屬靈的光，祂能夠光照人的生命，讓我們看得到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好的，是對的。光下來有什麼神的屬性啊？謙卑的樣子，是的，祂謙卑地下來服侍我們，祝福我們，祂又 是至高的，然後祂會降下來給我們。冇改變咧，有啲咩屬性啊？佢就係話咗，佢一定會做，所以我哋可以捉實話咗，佢一定會做，冇轉動嘅影兒。譬如可以幫人經歷聖靈，我去到邊度都發覺，我今次去兩個國家都睇到啲人經歷聖靈，幫到啲人經歷聖靈，係冇轉動。去到邊個地方，我去到邊個地方都見到一樣。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信心，我一齊禱告嚇。親愛天父，多謝你，因為你係眾光之父，喺你裏面咧有各樣美善嘅恩賜同埋全備嘅賞賜，都係從你而嚟嘅。求你幫助我哋咧，時時感謝你，有信心，堅定不移，唔好搖動，唔好睇住啲困難就覺得好慘好慘，唔好睇住困難覺得冇力量。神，你一定為我哋開路嘅，多謝天父嘅大恩。多謝天父的大愛，求你叫我們渴慕神的話語，喜歡神的話語，並且呢飽得你的話語的美善，時時呢食曬入肚裡面呢，領受從你而來的能力和亮光。多謝天父，感謝天父，求你幫我們聽到的道應用在生活裡面。
應用在怎樣處理情緒、處理人的問題，所有的問題都能夠得勝。多謝主，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好，大家希望大家都繼續持守嚇。好，先到完咗，你會安排邊個再傾 ？OK， 好啦，好啦，好啦。